江俊兴、陈逸飞设计师重整43坪新居，为热爱滑雪、独具生活品味的单身屋主打造独一无二现代宅。考量屋主生活习惯及居住人口，将客餐厅采开放设计，并重整管线封板，成功争取高度，减少空间压迫感。针对沙发背墙长度不足问题，设计师巧妙利用 L 型挥波延伸，同时框锁出多功能房场域。主卧房延续公领域的简约色调，赋予屋主舒适自在睡眠场域，更规划更衣空间，满足生活机能，并在隔间墙铺成镜面，放大空间感受。江俊兴、陈逸飞设计师运用大量清爽冷调材质铺成公领域，以灰阶色调搭配温润木质家具，缔造简单不失品味的现代居宅。